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.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. I see your lips. The days grow long. 我是你，不欢迎我。你走以后，所有的账都赖在了我的账上，一个都付清。先给我来杯酒，我们就冻死了。五万。可是我是你的顾客。你父亲狗这么认为，你父亲觉得作为一个称职的酒保，应该学会知足。他不是我父亲。什么？你为了一杯酒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如。随你怎么说，先给我来杯酒，否则我就找艾玛投诉你。欢迎光临。想当初啊，老佛爷六十大寿，那万寿宴上啊，是五步一个大红灯笼，从寿膳房到养心殿，500个公公在外面候着，那一水的宁绸袍啊，个个透着精气神儿。这里面一喊上山喽，这外头啊就稀里哗啦的响动起来，那一会儿的功夫，这108桌山珍海味摆的是满满当当的，嘿，谁见了谁都流哈喇子。哎，整整一个晚上啊，这北京城就跟这煮饺子似的，都闹开了锅了。哎，你那戒指呢？大哥，哎呀，这么好的个戒指，就换了国佛跳墙。洋鬼子有几个识货的，能换这一锅就不错了。这么好的个东西，可惜了了。当了就当了吧，这个家我还当干净，总不能碰格格的东西。格格今儿20了，是大生，咱们不能委屈了他。这人急的悬梁，河急的跳墙。在人下，佛菩萨都救不了我。哎，哎，格格回来了。格格，你回来了，一进门就闻到香味了。快洗手，吃饺子。我来吧。
今儿是格格20岁生日，我们这是包的猪肉馅的长寿饺子，你一定要多吃啊！哎，我们这里边还有吉祥币，你要多吃，要吃着了才好，才吉祥呢，对吧？哎，好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，好吃就要多吃啊！哎呀，你看这转眼一年又过去了。哎，这女大十八变，咱们格格是越变模样越俊俏了。公公。格格大了，公公也老了，这牙也没什么用了，倒是啊，这头彩怎么让我给中了呢？啊！哎，老身贱命一条，消受不起这个。这份吉祥啊，应该是格格的。是啊，公公，等咱有钱了，我给您下颗金牙。哥哥，有这份心，老奴就是死也值得。婚礼前一个月，他扔下我去参军了。1911年，两年前的春天，卢森堡公园的鸳鸯花盛开，我还以为那是一次约会。我们俩在梧桐大道上散步，听他讲军校里那些荒唐的事情，鬼才知道。最后他却告诉我，法兰西需要他，他要去该死的摩洛哥。你就没有试着吗？为什么不呢？他用那双深情的眼睛望着我，请求我等他回来。我还能说什么？谁知道这一等就是3年。那仗打完了，他会回来。起初每个月我们都通信，后来变成2-3个月，直到去年。我到现在也没有收到他的微信，就连他父亲也没有他的音讯。不会是？不会，我每个月会定期去军管所看布告。阵亡名单没有他，哎，格格，这怎么了？今儿这个日子，不兴乱想啊！嬷嬷，我想回家。读书了，不读了，我要回家。不行，王爷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你得在这儿念书。嬷嬷，
在这儿受这份洋罪了。咱回家，回家，去过咱自己个儿的年。王爷哪知道，这夕阳。最难受的哪两天？今天。为什么？他的生日。另一天呢？还让我猜猜，也许是你们的。如果你心存忏悔，就不要憋在肚子里，要把话全部的说出来，否则你的心灵得不到解脱。我跟谁去说？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听着。相信我，你是不是信徒，这根本不重要。在天主面前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牧师会用自己的方式帮你解脱。信我一次。
前抢鸡，右抢羊。今夜子时落壁户，明日茶楼全烧光。这谁插上的？土匪。土匪。今夜子时，把大门开开。前几日林老板和王老板都被土匪抢了，都没上交。还有前日那个杨老板，他更惨，就是不开门，结果土匪急了，一把火把他家拆死了，烧得精光，还烧死几个人呢。少爷，咱们怎么办？老爷呢？他们去了祠堂，说要一个人待待。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跟我讲。他身体经不住下，去把咱们家所有的伙计都叫来，这事情商量。我去看看。好。一群乞丐早晨没施粥正闹呢。施粥？爹，咱家的口粮不多了。施粥？粥已经下锅了，一会儿就好。好。这是土匪的信，叫咱们今天晚上把大门开开，准备好粮食和银子。我不会答应他们的。今天把大家叫来呢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叫你们出去躲一躲。这南望楼是我们王家的产业，今天可能会面临着一场劫难，但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张老，给大伙发来盘缠，叫他们尽快的离开这里。我知道，你们每一个人把这里都当成自己的家。等这场劫难过去，如果南望楼还在，这里还是你们的家。到时候你们再回来。
这是你们家的，是，这是我们少爷的。那信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那银子呢？没有。那粮食呢？也没有。你们是不怕死啊？ 昨天晚上，外边踢了哐当的，出了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吵到你了？没事儿。你以为爹老糊涂了？其实爹心里什么都明白。夜里，爹做了一夜的梦。知道爹？ 梦的什么吗？梦见你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。爹想出去走走。 时间没出来，春暖花开了。你看这树，全都绿了，长得真茂盛，真好啊！老爷，少爷，老爷病好了，快到点了，该施粥了，你们忙去吧。
去吧。哎，丁香是个好丫头啊，她的好爹全看在眼里，贤惠温顺。阿祥自小本分，这么多年跟爹忠心耿耿，虽然他喜欢丁香，但不敢开口。那好，就由爹开这个口吧。婚后北望楼交给他们打理。哎，咱们王家原来家境殷实，但你老太爷好赌，家给败光了。到了你太爷爷这辈儿，只有沿街乞讨，多亏了好心人一次一次的帮助才活下来。他常说呀，人要仁义，谁没有穷过呀？只有穷人才知道穷人的苦处，能帮的就要帮。这些年，你四处去寻找天下太平的道理，其实不用找，咱祖宗早就告诉咱，什么时候天下没有了乞丐，人人都吃得起饭，穿得起衣，那才真的是天下太平。儿啊，爹从小教你的做人道理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爹。爹想听听。哎，做人不以见利为利，以诚为利，不以富贵为贵，以和为贵，不以敛财为财，以君为财，不以情念为念，以政为念。天道酬勤，地道酬善，商道酬信，人道人若善之，天必佑之。悯念先人，怀仁天地，至诚至信，大义苍生。只要你悔改自己的罪，相信他，你的罪就会被赦免了。我的孩子，你就大胆地忏悔吧。好，那我就从1907年开始说。那时候，我们的国家所有人都穿着长袍，留着辫子。哎呀，这收拾来收拾去呀，
拢共就这点东西了，就是把他们全都卖了，也不够咱们回去路费的。这些书啊，就别带了，赶紧卖了，没地儿放。那这钟也没地儿放了？没地儿放也得放，这可是王爷留下的。嬷嬷，明儿个就走了，我想去和雅克牧师道个别。这么晚了还出去啊？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早点回来。嗯。子谦兄弟诈死郡王之后，我们兄弟几个就各奔东西了。可这能怪谁呢？我想来想去，就应该怪我自己。我为了找婉玉，我从中国到了朝鲜，从朝鲜到了日本，从日本到了美国，我坐船漂过了太平洋，到了大洋洲。我的孩子，你说的已经够多了。你生活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国度，我现在明白了，那是一片被上帝遗忘的土地。你根本体会不了，我的孩子，别再被罪恶和绝望捆绑。主告诉我们，人不能做罪的奴仆。雅克牧师，很抱歉打扰你们，外面有位女士一直在等您，她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法国了。她在哪里？在礼拜堂。我的孩子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晚上好，雅克牧师。晚上好，我的孩子，我猜到是你来了。我是来向您辞行的，这些日子谢谢你对我的开导和教诲。你不用谢我，我这是在向你转达上帝的声音。我刚从一位教友那里听说了你们国家的苦难，愿上帝保佑你，保佑你们国家受难的人民。我会振作的，你也保重。谢谢你。雅克牧师，我来向你忏悔。我有罪，请你洗除我的罪名。孩子，你忏悔吧，上帝会宽恕你的。今天早晨，我接到了从前线寄回来的阵亡通知书，我的儿子。
满和展翼牺牲了。你要记住我说的话，爱可以宽恕一切，也可以创造一切。我的孩子，你就要记住了，爱每天都会是圣诞节。谢谢你，你希望你能来中国，我让公公给你做佛跳墙。愿上帝保佑你们国家受难的人们。给他足够的爱，我和他最后一张合影还是在他七岁那一年。我闭上眼睛努力地想，居然记不清我儿子现在的样子。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今天我收到从前线寄回来的遗物，里面是满满一口袋信件，是写给我和依莲的。他每一天都给我们写信，却一封信也没有能够寄到。知道这个消息？不，我没有勇气告诉他。你应该马上告诉依莲，因为依莲一直在等马克，他都快等疯了。你总不能瞒他一辈子吧？是谁？是我。你，我不是故意要偷听你的祷告，我只是好奇这个房间，没想到你会在对面。好奇。你简直无耻！是你不懂得等待一个人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依莲因为思念马克，已经变成了一个让人厌恶的酒鬼。这用不着你管。我管定了。站住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给他说一个字，我就杀了你。